在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相聚在神的殿中，让我们一起安静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要在神的殿中来赞美他。请您坐，谢谢。感谢神，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是要使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彰显天上的荣耀。在启示录的第22章中第1节写道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是的，当我们众人我们聚集在神殿中的时候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来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国度就要降临在这里，那条生命的河就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赐福我们。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起来，让我们一起唱那首天上的歌。我们请潘牧师啊，让我们做动作。生命的爱，喜乐的乐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生命的爱，喜乐的乐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也唱那一首歌，那一首天上的歌，风上的雨。它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。那么一边唱歌，我们就将这一切的忧愁和烦恼都洒落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神他也愿意兴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口，每一个人的心来赞美他。在旧约呢，在旧约中，大卫王是那赞美神的榜样。哈利路亚。他在当年当约会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王者的身份，他极力的来赞美神。阿们。当我们极力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向着仇敌来夸胜的时候，我们是将一切的荣耀来归于神的时候，阿们。我们极力的来赞美他们。当时你在我的心快要跳动，想到天地那位王，当时你在我的心我要想当年你那位王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想当年你那位王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想当年你那位王。那是谁？那是你在我的心，我要歌颂，想当年你那位王，那是你在我。我要歌颂主，想当年你大威望。
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，口唱心和来赞美主，赞美主。神，我们也要有一颗渴慕神的心，因为神应许说，当我们愿意渴慕他的时候，他就要来赐福于我们。因为在诗篇的第一篇中就写道，为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，我们一起来背好吗？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都很棒，将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神祝福，神赐福我们，当我们愿意渴慕他的时候，他就使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阿门。
就有这样一颗渴慕的心，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，我们要视你为我们生命中的首位，我们屈膝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在使徒行传的一到八节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对门徒说，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哈利路亚。因为父他已经将他所应许的圣灵来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使我们得以在地上，我们可以为他来做见证。哈利路亚，生命的活水他已经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满有盼望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满有能力。阿们，能够来为神做见证，做那荣美的见证。阿们。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来宣告说，有你在我里面，我们就得着能力，有你在我里面，我们就得着生命，因为你就是生命，你就是能力的泉源。我们勇敢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感谢你从万民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有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就不惧怕，有你的爱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更能够勇敢的站立。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我们也相信这个时候你就用我们的赞美做你的宝座，设立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涌流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要的，我们一切主要在你的面前成名，你都能够按
按着你的心意来成全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中间啊有病痛的，有生活窘困的，我们相信主你都知道，你都看见。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，你才能够啊更多的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赞美你，也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你的心思和意念。我们这时候特别为我们敬爱的郑牧师向你献上祷告，求你真的是来医治他的眼睛，一来看顾他的家庭，他的父母。我们再一次的知道你的恩典够用，我们再一次的把郑牧师的眼睛跟他的家庭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，求主你按着你的心意在你的仆人身上要行神迹，不只是医治他，更让他能够见证你医治的奇妙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健堂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看到健堂一天一天的就要接近落成，接近我们献堂的日子，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恩典，也是你亲手所做的。让我们从建堂的过程里面更多的能够看到你的大手在中间，你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借着纽约丰收灵粮堂的建堂来见证你的荣耀。我们更愿意在这个新堂的落成的时候有你荣耀的充满，就像所罗门的圣殿一样，充满了你的荣耀在中间，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身心灵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更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相信你要使用纽约丰收灵粮堂成为一个转化地区的教会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，你要做奇妙的大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